起陈振坤夫人削骨颅内出血命为。今日小编闲暇之余就来看看乡民的请益文章。那这是询问陈振坤的请益文章，可是下方留言却透露出令小编好奇的讯息。床上脸上还裹着纱布，让人看了触目惊心。这名35岁的蔡姓妇人因为和丈夫离婚，认为是因为自己颧骨突出，面相不佳，决定整形求改运。到西门町这家知名整形诊所花了16万进行削颧骨手术，想不到运还没有改成，却险些送了命。手术后她呕吐剧烈，失去意识，被医院诊断颅内出血，一度命危。我就想问，人家削骨你也削骨，你就能削一个颅内出血，还是其实你是被他离婚的老公收买了？颅内出血究竟是何等的技术？如果不会，真的不要硬赚这种黑心钱。还是老话一句啦，我怎么做到的？你不会，我教你啦。